韩式午餐肉紫菜芝士饭团。 韩式午餐肉煎至香脆，准备韩式泡菜炒拌熟透，加入少许糖，加入少许生抽，继续炒拌，准备紫菜只剪一半。 先放入一片芝士，放入一汤匙白饭，把泡菜放在饭上，放上两片韩式午餐肉，放上一些蔬菜，把紫菜对折，再对折即完成。喜欢吃点赞分享学起来。